哟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今天我们照惯例更新 MT 视频。今天我要用暗物质天钩假巴尔实战。如果你们喜欢看 MT 的视频，请点赞加关注。这是今天新出的最新卡包，里面有暗物质麦迪、暗物质天钩，还有三张银河卡。据说 PC 端的物价已经崩坏了，但是主机端的暗物质的麦迪和天钩现在还差不多要70万 MT 左右，还是天价。今天呢，我白天也开了10包，除了开到两张克里斯保罗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保罗还是银河里面最便宜的。这包还是一样的坑爹，兄弟们，开包还是要谨慎。这是我现在的阵容，优先选择了买天钩实战，让他和魔术师搭档先发，他们是湖人队的老队友。替补有开出来的保罗，还有汤普森和格林的双人组加成。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天钩的属性和徽章。总评99，进攻99，防守99，身高7尺2，年龄29岁，职业年限20年，9岁就开始打 NBA， 加了一双钻鞋，属性非常接近于全99了。中投97，三分81，背身勾手99，后仰跳投98，起步扣篮97，控球86，盖帽98，内线防守98，进攻防守篮板98，速度92，配合上他的身高已经非常快了，弹跳力95，力量98，横向敏捷91，投篮智商25，2K 牛逼！徽章名人堂徽章40个，黄金徽章17个，高难度投篮王特技演员。热血冲框，电影精华，死亡缠绕，防守核心，隔扣达人，后仰王者，定位射手，急停三分炮台，没有超远三分球啊，金色也没有，训练场里不是满热区，投篮绿了，再试一个，这投篮动作不是特别好掌握啊。感觉还是比较难找这个投篮点的，不绿，终于绿了，试一下控球动作，大背运。但在我们实战之前 ，YouTube 上有一个好兄弟之前留言说，希望我在游戏中读一下他的名字，我爽快的答应了。但是我准备读的时候懵逼了，我发现我不认识这个字，那就在这边展示一下，看看哪个兄弟知道怎么读，也算完成这个好兄弟的心愿。我们来实战吧，兄弟们。OK， 我们开始搜索比赛。对手来了，这样的阵容基本上随便打，因为现在阵容的差距开始显现出来了。双方跳球，球是我的，直接给天钩了。后撤步，这个速度，一个转身，上来先得2分。哎，玩的挺溜啊，不给机会。这个肯定没有，我篮板球不传球啊，空位天钩，天钩是空位，被打登哥太矮了，登哥太矮了，直接天钩勾了你，漂亮，过去补防，去你的，直接把大鲨鱼给盖了，停一下，直接投了，天钩绿了你，上来就7比0，他要用奥尼尔硬吃，顾及协防，协防到了 AK， 直接抓下来了，天钩直接抓下来了，大鲨鱼罚球，希望继续零封他。第一罚居然没有，按得很好。第二罚还是没有，两罚不中，果然是大鲨鱼，真实。单打字母哥，有途径来了，哎，可以开主宰了。找开了主宰的天钩，打个沉底步，漂亮，看能不能继续零封他。魔术师防个哈登应该没问题，哎，这个被他晃到了，晃到了，靠，直接发给天钩，来吧兄弟。这个天钩的运球包确实太牛逼了，看这个动作，这种身高，这个动作又进来了，漂亮。这个对手离开比赛了，兄弟们。 OK， 我们再搜一场比赛，刚才还是没打尽兴，这天钩成了加强版字母哥了，但投篮包确实一般了点，刚才投失了2个空位三分球，对手在呼叫挡拆，快速换人，抢断了，传给 AK，有没空接的机会啊？空中接力，这怎么变形了？
哎，我去，哎，又抢回来了，耶，漂亮，又是打挡拆，哎，这个切人切慢了，靠，没关系，直接甩给天高，这个长传，来吧，哎。哎，挺骚躁啊！我去，手柄的问题，这刚才是手柄的问题。给魔术师突进来了，天狗底角三分，没有，忘关投篮条了。再来一个，按的这么好不给绿，干！直接发球给天狗，五外拉开，单打奥尼尔。有没机会投三分球？不投了，你跳什么？小人物上篮，漂亮！上紧逼防守，直接抢断了，这就叫紧逼防守。往里拱吧，他控制一阶两想碰瓷，没那么容易。第二节现在还领先五分，我们换上主力。魔术师控球，找天勾，被打奥尼尔一个吧。能不能勾他一下？勾他一下，怼是怼不动，直接来勾你，天勾绿了你，勾了你。我们继续紧逼压迫防守，随时抢断。哎，抢断成功，给 AK47 三分球，这个没有，篮板球也没抢到，又抢断了，还是给 AK 杀人诛心，领先十分，对手离开比赛了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今天又成功和两个可敬的对手线上实战，这张暗物质天勾确实从模型和属性上来说是很牛逼，但投篮包不是很稳定，尤其是三分球。虽然说现在在中锋里肯定排名前三，但未来势必会被投篮更好的暗物质中锋淘汰。接下来我还会安排暗物质麦迪的实战，敬请期待。今天我还本来想出 AI 的生涯模式 EP4， 但剪辑没有完成，我们就明天再出。这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感谢收看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